你呢？你的豪门怎么样？还没回来？他在马来西亚给我挣钱呢。哇！如果你真嫁入豪门了，千万别忘记我。没有问题，哎，到时候我一套房子、一辆车送给你，怎么样？哎呦，太好了，靠谱，一生一世的好朋友。当然。 喂，宝贝，怎么了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在马来西亚呢。啊？你还在国外没回来啊？没有，我这不正忙着呢。你在哪呢？我在家呢。好，我那个正在开会呢，我回去跟你联系啊。拜拜。 不是说出国了吗？你说他是不是有小三了？不知道，不至于吧？什么不至于？那他为什么要骗我？骗我说他在国外？不对，我的第六感告诉我，他一定有小三了。不行，我得抓个现行，我一定要抓住，证明我第六感有多强大。 经理，啊，您这太客气了。你早说一声，你敲个门什么的。我敲了，您太投入了，没听见。<笑>说，怎么着？啊，是这样，李总啊，让我去他那儿一趟，说要谈谈咱们公司的业务，得去个几天。经理，嗯，我想请个假。宁波那个李总啊？对，是他。 请假？家里有点事儿，咱不是签过了吗？签是签了，但这售后服务咱得跟进啊，要不然我不去了，还是咱明年的单子就不签了。啊，那得签啊。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。哦，那行吧，你去吧，去看你爸爸去。啊，那我还是去。哎，等会儿，新弄来的蛋白粉。 这东西好，嗯。美女，嗯，家里水龙头坏了，找个师傅来修一下啊。家里水龙头坏了是举手之劳的事，你打个电话让人来修就好了。我最近特别忙，拜托拜托。哎哎，你去哪儿啊？ 喜欢吗？送给你的。好漂亮的房子啊！符合我的品质，符合我的审美。还有呢？啊？密码是你的生日。讨厌！干嘛送我礼物啊？<笑>我前两天才刚刚在马来西亚签了一笔2000多万的单子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马来？嗯。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晚上到的。是这样吗？嗯哼。嗯。怎么了？干嘛这样看我？我是哪里不对吗？没有，咱俩好久不见了，我看看你到底是胖了还是瘦了。哦，最近应酬多，胖了点，胖了点。哎。
我过几天要去新加坡出差，就不能陪你了。反正卡在你身上，你自己爱买什么买什么啊。新加坡，新加坡好啊。你最近出差还挺频繁的嘛。是啊，最近旺季嘛，特别忙，常要出差。我好喜欢新加坡啊，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吧。这个。 喜欢吗？喜欢，幸福，那是一定的，因为我用心了，是吧？面对祖国大好河山，什么欧洲啊、澳大利亚，全都黯然失色，对不对？媳妇儿啊，其实不瞒你说呢，这马尔代夫我曾经几何也考虑过，真的。但是呢，我一上网一查。 光咱们俩人的机票往返，那就得小40000。咱到了马尔代夫，你说我不能亏待你吧？咱住这房间怎么着也得是海景房吧？一个星期下来，小50000。这早餐虽然是免费的，但它不让打包啊。咱俩一天不能只吃一顿吧？至少得两顿，这也是钱。另外，到了岛上，咱俩不能光着屁股坐在沙滩上看海玩吧？所有的项目咱们是不是也得参加？这也是钱。 最最可气的是，他们要小费，不给小费，他们什么都不干，连房间都不给打扫，凭什么呀？啊，我凭什么给他们呀？当然了，既然到了岛上，咱不能给中国人丢人，该给的还得给。你算算媳妇儿，林林种种加在一块，最省最省那得100000块呀！这比咱们俩一年不吃不喝攒下来的钱还要多呢。什么是浪漫？你告诉我什么是浪漫，媳妇儿？ 就是别人拿着刀捅着你，还拧着劲儿，你嘴上说我很幸福，图什么呀？啊，图什么？但是人家都去啊。好啊。